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。咕咕咕，不唱就完了呗，那不很简单吗？怎么这就是人生啊？哎，大家会说为什么我的声音跟周杰伦那么像？对，这个是林俊杰的。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。谁给我祈祷，给我烦恼。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，吹啊吹啊，我的骄傲放纵。还有啊，还有歌啊，钢定我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不太会说粤语。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日和你斗斗。我们不要趁挑战失败，这不很简单吗？这么多歌我要挑战成功也挺无聊的。我其实看球还好，但其实大家喜欢的球星我都比较喜欢。到今年我觉得哇，姆巴佩实在是太强了，简直是巅峰状态啊！速度又快，然后呢又稳，然后进球，你想年纪轻轻的就年少有为，薪资又高，对吧？然后再加上进球已经破纪录了，我觉得我也很厉害这个。咕咕咕。最满意的部位啊，其实健身我不是很注重说要把体型塑造有多漂亮，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锻炼的习惯吧，然后和持续进步的一个过程，然后能让自己拍戏的时候更有活力一点，然后能让自己过得更健康一点，其实就是这个。然后如果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健身是个好习惯的话，我希望大家一块动起来，因为多动一动对身体真的有很有好处。咕咕咕。会说什么？我觉得也没啥用，你见面了能咋样呢？我现在就算回去跟我过去的人说，我是未来的你，那个你干嘛干嘛，你少看点电视，多吃点东西，过了一晚上忘了。那我宁愿选择未来的，如果30年之后我回来，啪跟我甩一个册子，就跟那个回到未来一样，从我这一年到未来30年，每一期彩票的中奖中奖号码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实际。咕咕咕。这太拖延时长。看县委大院，没了，没了，好。告白气球吗？